众生最初蒙佛之善卡，报佛道之众，中间相识，以缘起持意，方便作现。第一义如来灭道，二灭道之。唉，众生啊，最初蒙佛之善卡。咱就知影，咱已经呢，最初，偌久以前啊，唔知啦。咱就已经哦，蒙佛之善卡，佛的智慧，在善卡方。在我们的心地已经把我们布下了佛道之种，中间呢，那就是相识，中间啊，我们互相点转，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法必定要彼此互相点转来报告，这就是佛法啦。咱应该要真用心，那以缘起之意，方便作现。第一义，缘起，那就是真缘用的根基啦，就是上顶的根基，以体会佛法，再将佛法啦入心，再将佛法呢向外传播，这呢叫做缘起。修教自用，才会当搁再去教人修行，爱用真长久的时间哦。这么多天来，敢唔就是安尼一直强调，用长久时间来接受教育。用长久的时间，法在人群中，人群互相来淬炼，炼出了呢，咱对佛法啦，这个法是将咱的心出，虽然是佛来报众。确实呢，咱的心地，咱这粒种子呢，已经生存根去啦，已经呢，树啊，果树生长啦，累累的果树啊，年年的成熟，那这。果是累累不断呐，伫咧修行，不断呢，伫咧点转呐，真呢，就是啊，咱佛法应该开始是从佛陀觉悟的智慧来甲咱揭开咱的心智。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，可以了解苦啊，人生啊，人生真是苦，人生苦，
来自于人甲人的中间，互相无名复制，爱恨情仇的交结，所以不断呐，一连串。时间无法度去讲一句，那无法度讲偌久的时间，那就做了无法度形容数目的业力。时间愈长啊，作业的量就愈多哦。啊，相反的呢，那是开始接受着教育，也咱就坚定咱的信心，开始呢善因善果，这个善因入心来，生生世世长久。无用所结，累生世呢，就是上求下化，听闻佛法啦，佛法入心，发心入愿啦，就开始将这个法报所教好。每一个人的心，不只是发布送出去，搁身体力行来带动，安尼不断的传教，不断不断的带动，安尼呢，这叫做中间相接。那么中间啊，我接到了后，我开始在我的内心成长啦，成长呢也有结果实啦，一生无量，无量众一生，互相相度啊，互相启发啦，一定呢，到家。这因缘成熟，机缘呐，果熟啦，这叫做缘机。那这根基一样，就亲像佛陀四十多年的说法啦。这中间呢，这么长久，确实呢。随佛修行的人，啊，句句都是修在迄个独善其身。尽管佛陀讲大乘法，从《方丈经》就开始讲了，打开人人的心门。爱去发大心吗？爱度众生咯。但是修行者呢，以为佛陀是向我所讲的，是在家居士呢，因爱去为社会付出。啊，阮呐，就是啊。丛林的修行者，阮都无要搁教这个世俗来攀缘，随佛修行啦，就听佛说法，断阮的烦恼，那了断阮家己的生死，这些随佛身边呀。才会地主的心意，所以四十多年了，尽管佛陀
从峰顶不济啦，就已经呢慢慢进入了这个大乘法，就是庄严修行者随佛修行的净土庵，还是呢停滞，要安怎个心清净啊？是啊，修行一定要清净，咱的内心弃除烦恼，这是必然呐、啊，也是当然。得回归咱清净如来的本性，这个烦恼无弃除啦，要安怎样？会当回归清净如来的本性呢？所以必定爱修行，时亲挂碍，专心入道场来修行，这是生活必然之道啊！不过，就是爱把心修清净了后，再也未受了外面的迄个浊气来污染吧，啊，就是爱历练到安尼的程度，再入灵根去呀，安尼就会当运用这个机呢，就是最完机运用根基成熟。内在真成熟啊啦，投入人群去说法，不管伫人群中呢，偌尼真多个陷阱，有偌多个诱惑，都未动摇了修行者的心，法入心呐、啊，滚滚红尘呢。只是一个历练菩萨的风露而已。在内底这个历练呐，的物件提出来呢，再搁再堆搭，是各家的垃圾的物件、杂质的物件，安尼个堆拍掉、历练掉啦，一处再一处。人群中啊，是成就菩萨道啊！菩萨道行，就是咱这菩提道啊，向前进步去，生生世世历长久的时间，历经了无量世啦，无量劫。人群中所历练过来，安尼呢，生生世世向前进步的菩萨道中，安尼就是会当到达佛的境界。所以讲，以缘机之意方便，即个人无同的境界。所接受到的范呢，是共同一个方向。看看佛陀已经为五个弟子受记了，舍利弗啊，伊的方便品、譬如品，完全呢，体解大道啦，发无上心啦。这本来舍利弗啊，伊就是智慧第一，加强了伊的信心，体解大道，开始发无上心，所以伊智慧开了如大海呀，伊会当发心入群去领奖。度众生啊，一切无碍，这
就是下流佛，佛陀为伊受记，是第一个人。但是其他的弟子，也阁无法度真透彻了解，只是看到下流佛呢，得佛受记，将内心啊起着震撼，真震动啊！原来阮安尼修行啊，同款有一天也会当成佛啦。舍利佛，既会当成佛，阮大家人应该也会当成佛。所以，这是伫譬如譬那因。真深的体会，舍利弗得佛受记，触动了因的心，所以性改变来表达因所体悟的，这就是因的根基。因的根基虽然是当时死的人啊。来佛前所表达的，并供主的披露啦。但是英国人，阁有英国人根基阁无同，所以释菩提啊，得佛受记。释菩提有释菩提修行的方式。皆空第一啦，迦叶尊者有迦叶尊者，伊修行无同的方法，迦犍连、目犍连，因呢各有因根基，所以讲起来，这个虽然呐、啊。这个因缘啊，继续啦。这因缘已经是圆满，确实呢，因的根基啊，各有因无同的方式，所以佛陀用方便法引导，伊那是方便中呢来接受。所以，这些人已经受记了。佛陀把他受记了后呢，也搁再讲，在会中啊，我主地主也是同款，会当得受记。大家人爱搁再好好用心、斟酌来听。未来也阁有，遮侪人拢总会当得记啊，所以就开始就延续落来吼、哦，这个受记品后面安尼讲，其实啊，受记品的证明就已经甲咱讲甲清楚了，法。是一相一面呀、啊，就是只要因缘会合啦，密云密布，那就是呢落雨的时啦。这个密云密布就是讲时机成熟，咱得要落雨，一定呢天云呐、啊、会接。挂来，这天空的云一直挂来呢，啊，才有落雨啦。无有讲吼，天空一片都无云，伊会落雨无啦？要落雨也都爱，这个水分呐、啊，蒸汽啊，真充足，结为云在空中呢。气压造成，那因缘拢成就啦，
伊就开始落雨。同款的道理，啊，雨呢落落来是一上一暝啊，同款啊，就是正的水，同款，不管你是冰雹，或者是霜雪，对空中落落来呢，同款，扬起呀。都是水啦，这法在无同的环境中啊，来用世间根基各不相同，但是呢，法是一相一面，供应人间所有的事物。所有的物件，拢总是需要这个水分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以方便助现，吼，那这因缘机缘啦，确实呢有各不相同的因缘啦。这个各不相同的因缘，伊的成就呢，就是方便助现。每个人拢无同，安尼嘛是会当得佛受记，安尼的修行的方式嘛会当得佛受记啊。不管你伫人群中啦，贫富贵贱啦，各不相同。都会当得佛受记，只要呢，咱的心的方向往善弃恶，众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这是最开头的起点。安尼慢慢啦，去除烦恼啦，把咱的习气。无好的习气气敌，那么就是自然的本性，咱的真如本性，那提升起来，那就是清净光明的本性。这不管咱过去是安怎的习性，咱的清净光明的本性。这拢总是真运用，这就是叫做真理，这叫做法。所以方便助现，用各人无同的方式，伫人间呢来帮助度众生啊。各人拢有各人的因缘啊，家业有家业度生的因缘。那么目犍连有目犍连呢度化的因缘呐，佛陀甲阿难呢，那有无同度众生的缘。虽然佛陀是安尼的教法啦，各人呢有各人入人群中啦，累生世累积来的因缘呐，所以呢。方便助现第一义，吼，那第一义是如来灭度义灭度痴，灭度就是咱修行会当通回归真如本性，那即正清净啦，希望咱人人。在这个因缘众生中，滚滚红尘呐，污气这种污浊的气氛中呐，咱的心还是保持着真清净坚定，这种的真如本性，这拢叫做第一义。道理是安尼。绝对无受到
外面纷纷扰扰的代志发生呢，来影响咱的道心，这呢就是人人本具啦，真如的本性。咱既然发现了法，发现了真理啦，敢是讲外面安尼小寡的谣言、无明、妄动，安尼就影响着修行的道心吗？佛陀在世时，因为佛陀的僧团有影响着当时啦，真多教派，也真多的教派呢，因为佛法出现人间，因为呢，僧团啊度化众生，影响着因的教团信仰呢，哦，大家人真惊，所以想尽办法啦，要破坏佛陀的僧团，所以定定呢，伫僧团里呐，的周围啊，都有迄个埋伏着陷阱啊、诡计啊，啊，向佛僧团呢造谣啊，这定定讲过的故事啊，伫迄当阵的社会，何况讲咱现在呢？咱现在。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，众生啊，境界浊气真重，讲会当能真顺利修行中呢，安尼真简单法，保障在人的心灵来保证自啦。无遐简单咯、哦，啊！这人生啊，总是内心啊，这种呢的灾难。现在人人的心中拢有灾难呐、啊，就是无明呐、啊，无明呢，和咱的内心啊，这个空空无明虚空呐、啊，一直呢。更加在咱的内心里，让咱烦恼真重啊！这种烦恼无明啊，使得咱呢，真正是心惶惶不安。这是现在的社会，所以咱修行者啦，应该要坚持这念第一义。如来的第一义，这种如来灭道而灭道之，就是咱的心要保持着，这呢才清净，消灭掉了一切的烦恼，会当度脱啦，将无明的处境度脱过了，到圣人的境界。这凡夫的这边处境，那圣人的那边彼岸，中间呢，就是一个烦恼河，这个烦恼河啊，冲完会过啊未？这都是要看咱修行啊，这自旁咱的心中啊，这只准有法度呢。度过了彼岸去无，法如法者，佛法道理就亲像要度过迄个河的竹排啊。咱即个竹排啊呢，有法度呢，经得起即个波浪，安尼呢，安全到彼岸去啊无？那就爱看即位天道尊的人啦、啊。咱家己呢，就是最好会当驾驶一只船渡过的人。那佛陀呢，伊是
用大船来伫咧普渡啦，也难呢。上无嘛爱用小船自渡，渡过了凡夫这个心灵的境界，那到彼岸呐，好好安心呢，来历练咱要安怎样度众生的方法。所以佛陀晚年受记，为这的弟子受记，其实呢，迄当阵的舍利弗目犍连呐，那迦叶啦，迦犍延殊菩提，因年纪拢老了啦，现在这最会来受记啊，那就是记在未来了吼，因已经呢。甲德牌啊，靠到圣人的彼岸去了，开始呢，会当放心，因的内心呐、啊，无明啊，烦恼已经去下了，现在开始呢，爱历练呢，就是要安怎样去做菩萨吼，那就是爱立灵根。这呢是真重要，所以佛陀开始呢，一讲化成如品呐，从无数无数以前呐、啊，大通地性佛开始介绍，那无尽头的时间的以前，就有这尊佛出现。前即几工嘛，甲大家讲过去啊，即个表示咱人人众生呢，都大通地性佛，即心灵啊，咱的心灵的源头，那就是无始劫以前呐、啊，来上面的文吼、哦，那就是大通地性佛啊。在遐尼长久的以前，无法度好去算数三千大千世界定点劫啦。啊，迄、那个时间就是无法度去计算。那么，迄尊佛名称叫做大通地性佛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？在教化的地方，基国明好行，结明大相，慈悲丘啊，彼佛灭度以来，心大久远了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。这人用咱讲过去了吼，好声啊，迄、那个真好的声，其实是咧表示呢，是咱人人的心体，咱的心源呐、啊，咱的内心呢，所具有、所具足的呢，真如本性，这个声体的内底哩。那咱有大概讲过描述吼，现在佫接落来一段文，安尼讲：假使有人呐、啊，无以为名，那故以东方千国土，奈何一点大如弥顶？又过千国度，复下一点，如是颠转，尽地将灭。好、哦，这嘛要阁甲咱讲时间，真长真长哦。那都亲像呢，这么多的所在啦，这千国度呢，千国度就是。一尊佛所化所度
众生的境界，这是一佛化度众生之境，吼。在其中呢，意涵就是要解释，就是心大久远，这个角度，伊的时间呐，真长真久吼，在这么真开阔的角度，浅角度，这么开阔，一尊佛所化度的境界，那这个大千世界地种，拢从尽无为灭，这个拢甲当作讲吼是肉，大千国土拢甲当作呢是肉，安尼写字的肉，了解无？那这都爱过无啊？就是安尼，拢总遮个物件，譬如呢，是迄个肉啦。那么遮个物件，拢总呢，甲当作肉来解磨，磨成了呢，这个肉水，咱要写字的肉水啦，吼。那就是安尼，遮个物件拢总成为肉水了后啦，这。量啊，这个数量啊，安尼呢，这个肉提来就是爱点，好，那一点一点嘛，可见呐、啊，这个数，迄、那个数的点结吼，无法度呢去计量的时间，又搁在这个千国度，唔是呢？每一个角度去点一点，是不随各地下点嘛？那个浅角度再下一点。遮尼真多的墨水哦，伊伫远远甲伊点一点，经过千国度，佫点一点。你想，迄、那个墨水会当点偌宽偌大的地呢？那安尼几密啦？点滴真细，毋是大大点嘛？才经过了千国度呢？再甲点一点，啊，这个、点呢，拢是一点尔点，细滴的一点哦。那小如微尘，迄、那个点甲安尼真微细，都亲像呢，咱迄、那个毫芒伫咧刻雕刻啊，迄、那个字，那迄、那个、点毫芒的点，点甲安尼亲像微尘。遐尼细，安尼点转呐，去点，轻浅角度，好下一点，安尼细细滴，安尼去甲点一个，经过浅角度呢，再点一个，啊，就是安尼呐，一直到甲地上，拢充当为面，拢总是甲当作是目。安尼
佮经过一个奇国岛，迄个数量啦，恁想安尼的披露呢？到底恁听有咯？毋知听有无？我都披露甲无法度好披露啊！何况讲恁听的人呢，是毋是有法度去计算？遮尔正微细，遮尔量大的目水啦，经过千国度呢，细细点啊滴吼，滴一点，安尼呢一滴点一滴滴啦，千国度呢，你想，遮个物件拢总呢，拢总是目吼水吼啊，家事由人啦。莫以为灭，遮个国度啦，三千大千世界，甲遮个物件换做肉，即是实有，即就是譬如吼，那安尼个譬如啦，即呢就是家事如人，莫地以为肉水啦，那安尼。地种尽化为肉，迄个土地面顶的所有，不管是树木、花草啦、顶顶啦、山河大地，拢该活过。安尼呢？这你想到底这量有偌大？真正呢？这表现啦。只显出了讲吼，迄个灭量之多吼，肉的量实在真多吼。这个地种尽化为灭，那就是表示呢，这个肉的量真多啦。故以东方千国度。从东方，那就是讲安尼呢，拢总甲外祖嘛，搁再经过对东方啦，一千国度，那就是东方过去的千佛化境，搁有真多呢佛的境界呀，那就是千国三千大千世。国度啦，一千个三千世界啦，这千国三千呢，那就是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这叫做三千。一千个世界叫做一小千世界，在一千个小千世界呢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。一千的中千世界呢，叫做一大千的世界。那么，安尼三的千呐、合化来呢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吼、哦，他都只讲过去啊，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这叫做三千。一千世界呢？名小千世界，那一千的小千世界呢？名中千世界，那么一千的中千世界呢？名叫做大千世界，亲像安尼啦，这点滴点转呐，真的奈何一点大路未停。就安尼点转啊，拢呢
该下一滴微尘的这个小目吼，安尼搁再该藏落去，搁点一点。那经过呢，如许多国，奈下一点啊，经过这么快的所在，搁甲落一点微尘，可见啊，这个目是欠欠啊用啦。地是足大啦，啊是安尼一点啊一滴，啊这么宽呢，拢经过这个目点过吼，过千国度啦，是下一点安尼呢，就是显示出了这个用目之效啊，又过千国度，复下一点吼，啊经过了千国度啦。又搁再放一点，该滴一点啦。那大如微尘之灭吼，如是呢，颠转呐，尽地中灭啊，啊，尽这个地中的这个梦啦。那如是颠转呐，这尽这个地中灭已经呢，如是处地过。一千国，就亲像安尼呢，处地啦，前后处事吼，即经过了一千个国度，又过一千个国度啦。那安尼呢，点尽了一切化三千世界所磨的目哦，哈，干那安尼直直点。安尼呢，点尽了安尼三千大千的世界，这个国土啦，所磨的目，所以讲目多啦，点小地空吼，总共一句，目真多啦，因为呢，甲所有所有的土地种物，拢甲磨做目。啊，这个目呢，才会经过了千国度，安尼点一滴啊，安尼直直点去。你想，到底呢，点偌大偌宽？这个目是真多哦，确实呢，点是真微细、真小啊。可见啊，这土地点过了偌大偌。哇！所以咱亲像安尼呢，点转呐，一直到个目尽呐，显示所见的国土之多。那么，因为呢，佛啊，即阵大通地性佛啊，就是呢，遍虚空法界啦。这嘛就是要讲尽了讲吼，那人人本具呀，真如本性，咱唔是甲大家人讲吗？那那些在安尼的范围，那诶眼识目睭就是一点嘛呢点嘛，眼神经呢嘛是一束啊呢点，确实呢，这个、眼神经呢。这么微细、微妙啦，的眼神经，照着咱的眼睛啦，发挥了眼识，
那么看，伫安尼个范围，恁个面向看是这片壁一个人，我个范围是看过了咱内底呢工厂，佮看过了中庭，佮看过了咱个小景书。安尼个境界，确实呢。我若佫行出去外面，我目睭所看到佫开啦，开了呢，剩下所有个境界呢，拢收纳伫我个眼神经啊，伫我个眼睛啊，入去我个眼识，我个心个内。我的心要起欢喜心呢，还是伫咧起什么款的心？伫我的心内的相啊，迄个相，外面境界的相，就是呢，已经显印伫我的心的面顶。我若阁爬去咧楼顶呢，阁去甲伊看。哇，透视呀！超越了精神，周围的境界，会当看个海里去咯，一片一望无际天空啊，连接伫海面啊，这就是啊，咱真奥妙的，迄、那个一点一滴，真微细，迄、那个目点吼、哦，那么咱。经历了真长久的时间，咱嘛经历了真开阔的空间。咱无量劫以来，咱到底呢经过了偌呢真多的国土过啊？是娑婆世界呢，或者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呢，或者是经过了哦？无量无数，咱经历过了生住坏空啊，偌久的世界，所以人人众生呢，都大通地性佛的心灵啊，道理的源头啦，真如的源头啦，众生呢，人人本具，那。真如本性的源头啦，咱呐用安尼来解解释，这段经文都无矛盾哦。也咱来是呢，干那接着着这个经文的文字啦，还感觉哪有可能三千大千世界拢甲抹作目，啊，这个抹作目了后呀。就是去点，阁是经过千国度，再去点一滴滴啊！这到底是伫咧讲啥物？是遮尔真简单，咱若是会当去甲伊了解，这就是咱道理的源头、真如的源头、真谛的源头、真谛道理无体相啊！是真空啊，在真空中，迄、那个妙微妙的道理，那是无形无相，它是人人本具。各位，这份你那是伫咧读《法华经》的时，好、哦，那读伫这个所在，可能大家人呢，好、哦，敢那反反复复了解经文。是啥物意思呢？恁若会当通达啦，即马安尼甲恁讲了解啦，念起这段文来呢，那就应该是清楚了。所以法爱入心啦，入心的法呢，咱来时时多用心啦。